好快哦你！你一直在等是吗？刚刚是开了 0.1 秒就进来，太厉害了吧，力谷 ！Hello， 韩白数学课本。Hello， 乔哥。Hello， 木剑，卡球。对呀，好厉害哦。Hello， 阿尔峰。你跟妹讲こんにちは。Hello， 鲁特十兄弟。卡球五安安。学艺 ，to 什么 QM to T O T M G， 行宅墙 P R Tom， 你知道这首歌是什么吗？你没有看到那个电影吗？你知道吗？当男人恋爱时。等大家来好了。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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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我这个也是台语歌哦。土豆麻油什么？麻油照我滚来滚去的土豆，麻油这么准时，准时开要 0.1 秒就进来，超难的，什么意思？毛毛在那里有 ，Hello， 张干你胖了。南野秀一一直在等麻油开，可爱。麻油担担麺が食べたい、食べていいよ、ここにあるよ。胡萝卜，南野麻子俊 ，Eat King， 等我一下哦。谢谢 Liku 的毛起来猫。北野草爸 ，Sherry， 妈有中午吃什么？今天也是吃烤肉当饼。那西什么？那西。配信でこの服見るの10回目ぐらい。うざいオタク。絶対嘘やわ。そんな来てへんね。多分5回ぐらいやで。企鹅，小火龙，火龙。Hello， 梦幻 ，Tips， 命群，万一。哒哒哒 ，Hello 飞哥，好久不见哦，也不是好久不见。我就让 Hello 群主别踢我 ，Hello 平川，猴山，谢谢你的猫的手手，谢谢你的猫的手手。台湾はまだお願いしてたらなの。とりあえず28日までなんか3時警報みたいなのが流れてるから、それ以降はどうなるかまだわからん。もしかしたら延期になるかもしれんし、もしかしたら28日以降にもう外出れるかもしれんっていう感じです。オーリエン、Hello Eden、姐姐、我今天先上课了、晚点来、好啊、上课加油。Hello 奇威、麦武安、Hello 风凉、Hello Luck、Hello 猫猫。めっちゃねもうね家から出たいよマジでマジで家から出たいぜ。マシュを被林杰带走了没？他没有来我家。他出境了，已经出境了。日本からいっぱいワクチン送ったからね。日本からもだしアメリカも250万ワクチン。うん台湾に送ったみたいでだから。アメリカと日本合わせてだけで300万ぐらいあるのかな。うん。タワーがアチュン。わしですらまだワクチン接種できないんだもんね。ワクチン接種多分今は70歳から75歳の人が優先だから、メインたちに回ってくるのだと結構かかるんちゃうかなって思います。ガチオ。Hello Kevin Len。タワーが冰封。卢承恩。谢谢阿奎的玫瑰。风凉。Hello。不会，不在乎。喂，再会啦，中港路。叶子 ，Hello， 七幺右喊，把力かかるんごね。Hello， 静，阿爸，阿奎，谢谢你分享直播。小火龙 ，Hello， 五仙，
欢迎韩流韩流志祥。现在是美国送那个疫苗是250万嘛？然后日本那边是送多少？所以现在不是70岁到75岁的先优先吗？开始打疫苗的人不是70岁到75岁吗？有看到马友拍的广告了，觉得怎么样？我觉得那天的妆很好看，虽然是非常非常非常淡。那天我化妆完真的吓到，我就想说，哎，这个有什么妆？就是，我真的眼线到这里而已，眼睛这里而已，然后我的口红也是颜色超淡，然后只有眉毛吧，只有眉毛是正常的，然后其他真的超级超级超级淡，然后想说真的有点担心会不会上镜头，然后后来看到那个作品就觉得，哎，怎么那么好看，好像比平常的妆还好看，那果然那专业的化妆是不一样，真的不一样。晴天 ，Hello， 晴天，坤坤。124万，那就是加起来总共有250，所以是374万疫苗是吗？嗨嗨妈呀，他那里个小叔还是小叔？呼呼妈五根，4週間受けて2回接種だからな。あ、そうなん？2回も接種しないとあかんの？月底再送180万 AZ 过来，真假的？那要透过哦，是哦。原来吕小东跟吕晨恩 ，Hello， 谢谢李谷的小猫猫抱抱，谢谢你的猫猫抱抱，谢谢呼呼猫的一封信。こんにちは、今日は頑張って仕事していてま、頑張って running high 吗？有 ，Hello， 嗯，又被吃吗？又被吃吗？嗯，吃什么？还有呼呼猫，谢谢毛起来猫，谢谢你的毛起来猫。大小红人 ，Hello， 马子俊 ，Hello， 多萌，一杰子，应该被吃了啊！你是特效吗？真假的？特效又被吃了吗？じゃあ俺も頑張って他のことして無理。ジャンガニは体調だから無理だよ。这样说起来，觉得今天的眼超出眼睛比较多，好像跟平常差不多。但是当天那个广告的时候，拍广告的时候是到这里而已，所以拍广告的时候的那个我的眼睛比较像猫咪眼，不像这样就是比较温柔的眼睛。ESO Hello 玫瑰啊，不是 Hello 晴天，谢谢你的玫瑰，说错了。嗯，我也想要学会那种很淡妆但是很好看的那一种，但很难呢。等我，反正现在没有人留言嘛。嘿，今天谢谢你的玫瑰，谢谢你的猫的手手。谢谢你，呼呼猫，谢谢你的猫的手手。冰可乐老师 ，hello 啊，不是，瑶瑶，哎，对，冰可乐老师没有错，可乐老师 ，hello， 再去选四了，等我啊，一直流鼻涕很烦哦。为什么一直流鼻涕啊？是过敏还是感冒？感冒的话就感冒太久了吧，感冒1年了。鼻が回る、やばい、もうマジで治らん。でもな、猫アレルギーなよね、もともと。だから猫アレルギーなのに猫を飼ってるからかな。过敏吧。我看一下。南美。哥哥妈给你赞 ，Q 长水蜜桃太郎 ，Hello 狗狗呱呱，目前疫苗数量应该可以让台湾的老人家都打完疫苗了，可是现在好像有一个议员说要不要改成20岁到60岁优先，我也不知道哎，就是我没什么意见。嗨，可乐老师，马友午安，先工作了，好，呼呼妈工作加油 ，Q 长工作加油 ，Hello 一开，不客气。
Hello， 一天凡按拍出来很美就好了。そういうのは元から素質がいい人しかやっちゃいけないの。待って、何の話？何の話やったっけ？三少。女大妆应该就很好看了，脸蛋的第一次好，谢谢。淡妆问七七。Hello， 剑骨，谢谢你的枫叶。Hello， 小五，宣言土豆，哎，是不是？是不是？很多人来了。你在台北吗？在台北啊。谢谢大家，小五的真情告白。Hello， 浩克，谢谢你的毛起来猫，谢谢你的毛起来猫，谢谢海里的一封信。Hello， 午安，大家好，我是藤井麻友，来自大阪。住在台北，别天神哈 ，please。是不是？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突然来到我的直播间？他的志祥、正骨、毛巾哥、潘、西瓜、西瓜、龙柔、回忆过去 ，I am 什么 ，Siri 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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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William， hello， 晚安。再一个礼拜而已，到28号，你知道吗？到28号就只有一个礼拜，广告受益吗？广告效益，哎，可是那个po完那个广告的那个 IG 之后 ，IG 贴文之后，好像增加了蛮多粉丝 ，IG 粉丝，哎，我真的很开心。小五，谢谢你的猫的手勺，谢谢 Liku 的四叶草，谢谢你的猫猫抱抱，谢谢你的猫猫抱抱，谢谢哈吕的幸运四叶草 ，Hello Hello 哈 Hello 被吃掉了 Again， 我不知道为什么啊，又是茄子蛋的双手，对。麻友生前那个 tag 看起来是提款卡，哪有？那我收起来好了，怕被你们偷。谢谢麻友。时间过得好快，对，有很多人标记你，推广出去了吧？嗯，应该是，很开心哟、哦。谢谢你们每次都就是把我的IG 贴文推广出去，我真的很开心。我每次就是因为我的那个 IG 可以看到谁。帮我就是转播出去这样，然后我每次会点开，然后就每次都是同一个人，我就觉得好开心。每次啊、哦，这个人，比如说，还是不要点名好了，反正就是，比如说，哎，这个人今天也又帮我贴文，就是把我的贴文推出去了，转播出去了，真的很开心，我心里很有印象的。我在那边讲，我有的是厕所，大概都哎，这么的。我觉得真的，我觉得真的，装个你，也很多人标记你推广出去了吧？哎，广告很可爱呀、啊，肯定会有新的粉丝的。哦，谢谢可乐老师，可乐老师好像第一次跟我说广麻友可爱。谢谢平易涵，他的无情，不想努力了，请麻友用魔法小卡养我。不要，你养我，不是我养你。我知道是无限金额的黑卡。你有无限金卡的黑卡，金额的黑卡给我送给我，肯定上いないなら自分高いだな。泣けるよ、やめて。我对不起，我都没有转贴出去。没事儿，你有帮我按赞呢。莫名的那么讲的我呢？嗯，嗯，我很少转贴，以后可以帮我多多转贴啊。因为那个好像是如果是你的 IG 是不公开的账号的话，我也看不到你们帮我转播出去的对东西。但如果你们的 IG 是公开的话，我都有看到。对，嘟嘟嘟嘟，拿出来比较好看。可是我比较好奇，就是因为我那天广告
拍了两个人的版本，中文的版本，还有日文的版本，还有我一个人的版本，还有小白和前辈的一个人的版本，这样子总共有四个版本，感觉就是会有网络上，就是可能是 YouTube 上的广告是不一样的，或者是电视上的现在只有15秒吗？广告不是有分15秒跟30秒吗？我在期待会不会有30秒的版本，或者是就是不一样的版本，就是在期待，期待中。我是不知道了，我是不知道会不会有，但是我拍了蛮多版本的，所以我不知道会不会被采用，希望会被采用。メイちゃんが世界のスーパースターになっても覚えててくれるなら、なんで忘れるわけないでしょ？もし私が宇宙のスーパースターになったとしても、ハリさんのことは忘れないよ。搞不好可乐说的是小白，傻眼。可乐老师，你好好说话。偶尔才转天，对不起，不要对不起好吗？没什么对不起我的好吗？鳄鱼，但我可以转账，是给我账号。傻眼，你不能转天，但是可以转账。好笑，不要害我，并没有，不要害我。好好讲话哦。日本でもそのアプリあるならね、ストーリー載せるけどな。あ、確かにね。ありがとう。每次直播完我都用，我知道了截图。有时候是崩照哎，我说哦，这样真的很丑的照。你可以截好看一点的，我也没办法保持，这没办法一直保持很好看的表情。还什么还有个人版本呢、啊？我是有拍过而已，就是不知道会不会被采用而已。如果那个制作人或是那个大腐娱乐城的公司老板觉得啊这个不好看，就不会有了。所以还有其他版本可以期待，我也不知道哎、欸，我也在期待等就是那个长版出来，对，因为这条歌哦，送我心爱的。我等一下，我也可以找麦雅代言吗？代言什么？代言你吗？上班去了吗？今天也要大福，好，你也要大福。ファン増えたら自分も席に教えられる自信しかないので忘れるわけないよ。私の記憶力と私のジョンカリに対する愛をなめないで。てかもう忘れてる。だから忘れてないって言ってるやん。何回も言ってるけど願いかけるからね。我帮徒步了，什么步啊？滚蛋！谢谢，帮教材跟官方的不一样，推官不干不一样的吗？没有，吵架就不用推官推去了好吗？所以我都不 tag 了，怕被你们发现破风。你们要偷偷来啊？代言日本旅游啊？代言日本旅游，我也很希望就是会有一天可以代言那些，跟日本有关系的。比如说什么台湾，就是台湾日本观光区啊什么的之类的东西，所以我其实蛮羡慕那个捷运直达 Go， 因为那个比较像是观光的东西。我本来就很想很想很想要去拍那一些。你刚刚看的名字看，一是朝阳，哪有古城叫？很好笑，先去买了嘛，拜拜 ，Hello， 还有阿华，那么拜拜，小聚 ，Hello。艾利维，艾利维，你怎么换名字？不是什么最强麻油饭吗？之后如果有大阪旅游，你应该有机会去代言。今度就職するとその有形の案件なんやろな。そうよね。スラミタン大福だわ。スラミタンすぎる。でも一番やりたいのは食べ物系ね。しかもさ、今回の CM はマンゴーかき氷タピオカミルクティーあったでしょ。 CM の時一口も食べれてないから、一口食べていいですかって食べないでって言われた。一口でいいです食べないでって言われた。だから食べれてないの。ケンタッキーとかのなんか CM だったらいっぱい食べれそう。ユースどんでーロンリョレーなんぼな愛は発表。ほんまいがじゃあ準備がだ。ほんまいがじゃあ準備がだ。はいはい。我没有在推呀，我看一下，为什么这个留言有点怪怪的，就是
一下子就 biu， 一下子就 biu， 然后一下子就没了。或是关系的城市什么？哦，有可能会有吧，姐妹市呢，姐妹都市呢，那样很有机会的。只要相信着就可以的。那样很过气的哟。Hello， 勇哥 ，Hello， 代代。台湾美食代表天津麻油，天津麻油，那个天津麻油みたいなやだ。しかもさ、大阪に天津橋筋商店街っていうのがあるよ。それを思い出した。天津麻油みたいな。しかもめっちゃでかいから迷っちゃうよ。我不知道这是什么。Hello， 杨哥，露珠。その後スタッフが美味しくいただいたんだろうか。いや多分どうなんだろう、分からんけど。宣伝大使の方がいいのかな。这是台语歌吧？对呀、啊，你留言好像卡卡的，对吧？麻油有老灵魂，什么？麻油烂有更新吗？有啊有啊，烂有更新，然后我的手机也有更新，然后烂的直播也有，就是重新下载嘞。哎呦，那个垃圾桶也清空了。芒果冰被对摄影机的地方偷吃一块也会不会发被，我也是这么想的、哦、但是就是我问一下他说不行。诶，我发自天津的迷ったの。发自天津バス商店街6丁目かなんか、めっちゃ長くない？可愛い子たくさんいるところ。なんか感觉最近有点问题。是哟。你们想听什么歌？好啦，不要再激烈呼呼了。接下来你们要听什么歌？看一下 ，Top Hits 2021 Maroon 5 エドシーラン そっち系聞く？ Hello， こんばんは。Grammarly can help you write quickly and confidently, so you never have to slow down at work. Stay on top of email. Okay.应该准备两盘，一盘拍摄，一盘拿来吃。而且那天广告拍摄的时候有点冷，是蛮久，也不是蛮久以前了吧，反正就是前几个月还是前几个月，那天没有那么热嘛。然后早上4-5点，所以是蛮冷的。然后我穿这样，然后露肚子，然后就拿着冰淇淋站的寒冷，你知道吗？他老爸，天都给他迷奈的，多分。え、迷った記憶あるよ。でもね、美味しいコロッケ屋さんのコロッケ覚えてる。麻友搞不好在拍摄的时候已经吃了三盘了。那天太冷了，真的太冷。Hello， 凤梨。卡丘合理，但是麻友怕冷，麻友怕冷也怕热。我要刚刚好。勺子，来去上班，麻友拜拜。Hello， 好哦。Kix， 谢谢你的视美短啦，美短，短发，美漂亮，美是三声，短是几声，所以是美短美啊，哇，我不上了，反正就是那个啦，猫族，谢谢你，战鼓 ，Hello， 怕冷还是要吃，这才是我认识的麻油。我真的很好奇你们眼里的麻油是啊，也是三声，所以是美短，对对啊，美短还什么悬在天气冷排冰才不会融化啊，哦也是啦，可是后来换了两个冰呢，因为我们拍摄蛮久的。我昨天第一次看到我自己的广告，好开心哦！我看电视看蛮久了，我就听到自己熟悉的声音，哎，是麻油，看到自己很开心，好新鲜。好像我的留言区有点怪怪的，怎么可能没有人留言？还是你们故意没有留言？还在啊什么什么第三声，对呀，我的留言区还是怪怪的，对麻友的印象很爱吃。麻友我要开会了，先拜拜。好啊，拜拜。你看自己拍的电视广告无缘吗？好无缘吗？好像是哎 ，comment some thing 啊，原来是这样子啊。麻友大笨蛋测试 ，good news， 他的 can， 他的暗号就是玫瑰。
哪有广告会越来越多？未来想拍哪一种广告？哦，哎，你说你问我想要拍哪一种广告吗？小友，还以为是你听自己的日本腔会尴尬到爆。还好，我蛮好奇，就是拍出来的作品是怎么样。加火拍，我刚刚也讲了，就是我想要拍那种跟日本有关系的，比如说观光区那种，观光局嘛，观光区、观光局的那种广告，不是那种就是来台湾日本人，然后就是在台湾拍，就是在观光的，你知道吗？你有看过那种广告吗？我之前有看过。什么爱台湾什么的，爱台湾观光局什么的东西的广告，我很想要去拍看看那一种。对，500回ぐらいコメントしたのに一番下のコメントだけしてないだけ読まれた。本当に500回ぐらいコメントしてくれてた。小友对哟，观光局的，还有想要拍那种吃的，因为我很爱吃嘛，所以我想就是。我想我一定可以表现的，就是我看起来就是怎么讲，我吃的看起来很好吃，这样子就是吃的很像，我怎么讲比较好，就是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我一定可以表现出来了。其他演戏我都不会，那吃的都可以啊，如果那个真的很好吃的话，不好吃我就没办法。六日一下下 Hello 柑橘 Hello 依依，那广告等一下等一下，好多留言被吃掉了。那广告的日本腔太重了，一开始还真不习惯。说是你说的，对吧？草莓酱，我喜欢芒果冰，我喜欢芒果冰，感觉竞争激烈，真的超级。草莓酱，拍广告还可以顺便吃个食美食。像木村来台湾拍那种观光局的广告吗？嗯，类似吧，到处吃的都那种。要不comment没写的，少聊那有。你是看起来很好吃啊，不是？怎么样有？不是我看起来好好吃，是我吃的东西看起来好好吃，是这样好吗？毕竟是专业吃货，学精诚勿骑脚踏车。まずいものでもうまそうに見せるのがタレントや、それは無理だね。やっぱ私ってバカ正直ですから。なんかさ、よくさ、ドッキリグランプリとかであるやん。めちゃくちゃまずいものをめっちゃ美味しそうに食べないといけないやつとかあるやん。ドッキリグランプリとかあれ絶対無理やもん。絶対美味しくないものは美味しいとは言えませんねってなるわ。絶対なる。私は嘘はつきませんよ。多分。それがめちゃくちゃなんかすごいなんか。プレッシャーがある環境でやられたらなんかではなりそうやけど。昨天有看到你跟小百合拍的广告，谢谢你。妈呀，不只看起来很好吃啊，实际上也是很好吃啊。所以呢，小妹酱有吃过我是不是？鳄鱼。彼はメンタル強いんですから、私は豆腐メンタルなんで。彼？誰？彼とは。レックスの気持ちが分かった感じ？レックス？レックスなんで再現語やんの？めいちゃんが無視してるからね。私無視なんかしてないよ。猫也谢谢你的猫起来猫，谢谢你的猫起来猫。蛮有想看反什么反晒品广告，我不要反晒品广告，那些都要很正很正的人要去的，然后身材又很好的那种，就是高高好像模特，然后脸也是长得非常漂亮，脸也是很小的那种人才能去。才能去，就是拍那些就是美妆品，你知道吗？所以我很不适合那一种，我是适合比较，就是比较搞笑一点的。我长得没那么漂亮。木村啊，木村拓哉さん来台湾拍广告超经典，那支广告让大家人生木村
警察叔叔就是就是草莓酱。嗯，ポルトガルの田中レックス忙しいって返すの。あ、言ってたね。マヤクエイタイエン跳舞游戏。我啊，对对对，我也很想要那种就是拍看看跳舞的。虽然 Seven 的也是跳舞，但是我不是那种，就是那种也很好，但是我想要跳那种热舞的。你知道有看过那种？那是什么的？那个麦当劳还是可乐还是什么的广告？不是大家一起，就是蛮年轻人，就是一起跳舞的吗？你知道吗？我超想要拍那种哎！希望之后有机会。小右，谢谢你的玫瑰。最近最近天文的很性感哎，微微性感。谢谢 Cake 的告白气球。哈利さん、仲良しなんですね。那不就是麻油？呜呜，你麻油，你看阿奎欺负我。你说的那种很真身材好的不是你吗？不是，谢谢田中。要亲民一点的也可以代言特贵的 key 道具，特贵 key 道具还算不错啊。小白兔，欢迎杰。嗯，很真身材又好的麻油，不是麻油吗？不是，我是我说的那种很像女明星的那种。さすがミルルンプロデュースですね。でしょね。じゃないよ、ゆずももうすごいんだろうな。就是麻油啊。好啦，谢谢你们。哈哈，阿哲。Memory playing back to。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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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你觉得 TP 谁可以去拍化妆品广告？紫竹啊，雨晴啊。化妆品广告的话，感觉像是雨晴啊、阿姐啊、祖祖啊，我想想，啊，果果啊，你懂吗？懂吗？就是那种属于很漂亮、很像模特的那种。虽然大家都很漂亮啊，就是。那个漂亮的感觉不一样嘛，就是哦，好像模特的漂亮，好像是女明，那怎么讲？我不知道要怎么解释，反正就是不一样的漂亮。麻友也是女明星，谢谢谢谢。模特出身的先不算，麻友觉得我要把草组所有人讲完，可能吧？我刚刚也是想到，法法的那个脸超漂亮的，哎，小曼的身材也很好啊，这样，只是要再演徐法这。笑，你有看起来瘦瘦的感觉吗？瘦瘦瘦瘦的，高高的，漂漂亮亮的。Jerry K S 楼娜，我的田中，还有我的哆啦 A 梦，还有小环浅堂，李真，别讲恐龙啊，还有田中。Hello Hello 田中。好想睡觉。你知道我最近在做什么东西吗？我最近以前不是前阵子不是在迷那个吗？ Switch 的俄罗斯方块吗？然后我都没有付那个 那什么那叫什么会员的费用，我也没有付，所以就是没办法把那个俄罗斯方块了。所以呢，我后来就那个看了 Netflix 看了5季的越狱风云，结果最近都在迷Minecraft 麦块。你知道麦块是什么吗？所以我就是借了我朋友的电脑，然后就在玩那个麦块，我一直在这粉红色世界，好好玩呢。没讲的可能是改，可能是改阿卡达的，所以个都，5季那是什么 Minecraft 啊 ？Minecraft， 原来是因为没有 NSO 才不玩，所以麦块的什么？那是什么？Java 什么的，就是电脑的，因为我的那个 Apple 的电脑是不太适合玩那些游戏嘛，所以我借了我朋友的电脑，然后
就是玩那个 Minecraft， 超好玩的。Minecraft 的什么 Minecraft Java 什么的，好笑。你七天免费会员的，七天免费的已经买完了。CM 撮影ですっごいお金もらってんのかなって、いや、あのね、そんなにすぐにお金が入ってくることは絶対にありませんし、お金、お金欲しい。本当にお金欲しいよ。はい、はい。ナオコン、スイアン、ベイジーシン。我最近 at Netflix 在《ルローニケンシン》ね、ルローニケンシン。シャオ、欢迎你回来，我回来了。Hello, Shine。有人有在玩那个麦块吗？麦块真的太好玩了，天哪！你知道我一整天都在玩，起床第一件事情打开电脑，然后就麦块，然后就开完直播就打开电脑，那是麦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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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半夜两三点。急に明日、なにこれ？パーキンのバッグ、あ、ん？パーキンのバッグ持ちながら？パーキンのバッグ？下午谢谢你的猫猫抱抱，下午谢谢你的猫起来猫起来猫，谢谢田中。原来月月麻油是月月风雨是从头开始看，对呀、啊，但我是看了从头开始看，然后我才花了五天而已，好像四五天而已，真的是一整天都在玩的那一种，都在看的那一种。148540 ，Hello Tammy Chen 999。有够久的，以前很喜欢玩。你说 Minecraft 吗？欸，我发现我跟冰可乐老师的那个兴趣蛮像的，不觉得吗？你会玩 Minecraft， 你会玩那个飞镖，对吧？我们蛮像的。你的生活几乎只剩下吃跟麦块的啊？对啊，我就除了吃以外都在玩麦块。希望麻油去上国庆电视台湾好吃惊。我跟你说，那个小百合前辈不是在主持台湾好吃惊吗？我跟他说，我真的很想去上。エルメスのお高いバッグ知らんのか？いやもうエルメスなんてほど遠いわ、ほど遠いわ。ジョンカリ買って。カルバンクラインハナネ。あ、CK ね、CK でね。好自在。Something better. Ooh ah, ooh ah, ooh ah. Yeah, yeah. 跳得重，好自在。なんでこんなにあのコメント欄がカ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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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してるんだろう、カーカー。ねえ、マインクラフトまで楽しすぎてやばいね。マインクラフトマジで楽しい。しかもなんかマインクラフトがハマりすぎてさ、シャーピーってあのなんかネットでショッピングみたいな感じなんだけど、それでなんかやたらとなんかシールとか T シャツとか買いたくなるもんね、グッズ。目を開放連線吗？目を開放連線。因为我怕我给你们，就是我让你们加入到我的麦块的世界，你们会炸掉我的粉红世界，所以我绝对不要。麻友知道高智必须死吗？我不知道哎，高智必须死。バーキンでエルメスでいっぱいお金使わんと買えんよ。あ、そうなん？じゃあゾンカニは100個ぐらい持ってるの？あ、小七欧、小七欧。マインクラフトはパソコン、そう、パソコン版、パソコン版。跟麻友很有缘分。啊，跟麻友很有缘分。你的世界被毁掉。真的，真的，我一定会去炸你，真的一定不行，一定不行。我已经在那个粉红世界做了很久很久很久哎，もっと浪漫。ね、マインクラフトマジで面白いよね。パソコン版のパソコンはね、あのアップルのパソコンはなんかゲームはあんまりなんかなんていうのふさわしくないらしいから、私は友達のパソコンを借りてやってるの。Only Alpha, hello。到上海是没有生气。哭啊，谢谢 TNT 哎。TNT 是那个爆炸哎，不行，那个炸弹真的很可怕，真的太可怕了，不行，呵呵，好笑。啦啦啦 ，Only Alpha， 还有 Only Alpha。可是错的很厉害的人真的超厉害的，就像那个什么神社啊、鸟居啊什么的，还有什么月亮之家什么的，真的很厉害，超强的。然后现在在 YouTube 上也是一直在找那种麦块。Minecraft， 然后就什么，就是房子啊什么的，一直都在看 Minecraft。
然后你知道玩开始玩 Minecraft 之后呢，我就出去外面嘛，然后出去外面买个早餐或者是买个什么东西之类的，就是少出去而已，然后走一走，然后就看到外面的那个房子啊，外面的什么便利商店，就觉得哎，好像这个可以在那个 Minecraft 世界走。我的脑袋里面都是哎，小伙，谢谢你的，谢谢你的，谢谢你的啊！我没有拿到吗？我想拿到。哎，有拿到哎，好开心哦！谢谢你的红包，小伙，谢谢你今天也送了红包。谢谢土豆的玫瑰，谢谢阿爸的枫叶，还有北极星，谢谢你的毛起来猫，谢谢你。罗杰，谢谢你的毛起来猫，谢谢柑橘的猫的手手，谢谢阿奎的毛起来猫。谢谢红包，谢谢红包，谢谢谢谢红包。Minecraft 10年前ぐらいにやってて，やってすでに飽きた。ねえ、もう最近もまたやろうよ。だってさ。カカだ、良い点カカだ。うちの子がマインクラフト、戦国無双のゲームやってた。ちょっとマジでマインクラフト楽しいからみんなでやり始めようよ。ちょっと本当に楽しすぎてさ、ちょっとやばいわ。最近大好きマインクラフト。前にさ、マインクラフト見た時にさ、何が楽しいの？こんななんか複雑ななんかゲームって思ってたけど、めっちゃ楽しいね。前を知った2B2T な？我不知道え、那是什么。Kiss 啾啾、谢谢冰玉的 Kiss 啾啾、谢谢你的玫瑰。冰雨，谢谢玫瑰。哈，怎么会这么卡卡的？我去看一下那个。谢谢小环华，是不是冰雨？谢谢你的玫瑰。Chris， 谢谢你的玫瑰。先上班去了，看等等有没有机会回来，好啊。我今天开到两点半哦。Chris， 谢谢你的玫瑰。麦ちゃんというのは環境が一人で飽きるの、一人でやるのが飽きた。可愛い。だってさ、ジョンカニはさ、ダーツしようって言ったらダーツもしてくれるしさ、マインクラフトしようって言ったらマインクラフトもしてくれるやろ。一、ハロ一。我以前是完全不会玩游戏的那种，那结果现在变成了电竞女孩，你知道吗？小乐 ，Hello， 小乐。大佐，我们三妹やってるから，我们三妹应该是やらんもん。ちょっとやってほしいよマジで。マイクラマジ楽しい。我们三妹やってるから、なんの？私だけやったらあかんの。被带坏了，送你一个南瓜灯。南瓜灯，谢谢卡球啊，不对，谢谢田庄的告白气球心，谢谢你的告白气球心。なんやねん什么狗啊？なんや什么狗啊？安咪咪。哒哒哒哒哒哒。同样的田庄，谢谢你的美姑一鳄鱼，谢谢你的是不欧猫啦，猫族。まあ参考みたいなもんやん。最近ダーツやってなさすぎてやばい、ダーツ錆びちゃうかもしれん。ツラミタン大福だよ。マイハヨカンゴマインクラフトガイド。什么？没有看过哎，你可以传给我吗？我现在只能就是看着 YouTube 做哎，我真的没有什么想象力，也没有那个创作力。所以我只能就是偷人家的作品。ダーツ錆びたら新しいの買い直してくれるの？ありがとう。マヤ喜欢玩恐怖游戏，不行，恐怖的游戏真的不行，就是那种杀人的啊，什么杀人的游戏呀，然后什么杀那个僵尸的游戏呀，然后恐怖的游戏我完全不行，真的不行，会喷血的那种真的不行。我喜欢泰国的达人，泰国达人呐、啊，然后什么。动森啊，虽然现在没有，然后还有马里奥啊，还有什么麦块那种很平和的那种游戏。任水池干伤地加竹子可以做出温泉，我知道了，温泉已经做好了。谢谢田中 2B2T 应该是 Minecraft 最有名的 server。刚刚小孩子给你资讯，好啊。
原来大家都是在用那个，哎，我现在已经是那个作弊模式，所以呢，我不是那种，我一开始是在玩那个什么挖起来，然后就是获得那些材料，然后就慢慢做房子，但是那些真的太难了，比如说你要盖很大的房子，可是你要去养羊啊，然后就割羊毛啊，真的太麻烦了。然后后来就是我朋友告诉我还有作弊模式，就是整个材料都有，所以我现在是可以飞啊，然后就是整个材料都有，所以就不用去挖东西。我是作弊模式的。要看东西的话 ，Feel 指令还不错用。嗯 ，Feel 指令，嗯 ，Feel 指令是什么？玩太小。还有 Jeff。原来大家对麦块很有理解，天哪！我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就可以问你了。Kix， 谢谢你的猫猫包，什么猫猫？猫猫抱抱。仕事に戻り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津波担当 X すぎる。あポンポン。应该是创作模式吧？啊，那个就是创作模式了。Sandbox 呢？看起来还是美。阿肥大肥仔。所以大家都有玩过麦块哦，那真的很厉害耶！我有在看到那个，我有在 YouTube 上看到那个什么，有人做101啊，有人做高速公路啊，然后还有什么忘记了，就是京都的风景啊，那超强的耶！伟如 ，Hello， 特效还真的被吃了，可是我有收到，谢谢你们。晚上有僵尸来敲门也很有趣啊。哎，你知道吗？我的粉红世界有超级超级超级多猫咪耶，一打开我的麦块，我就喵喵，真的超可爱的。数学课本 ，Hello 伟如，麦酱口你知道 ？Hello 伟如，毛巾哥，Hello， 去干烂脚吧，刚刚补一个给我。曾经在 Minecraft 盖过伊犁，哦，真假的？洛克那么厉害哦，太强了吧，伊犁耶。太强了吧！有个 server 叫，嘿嘿嘿，他也是很厉害是吗？太强了！我在 YouTube 上看到就觉得，哦，头好痛哦，这个要几个小时啊！而且有的就是他们做的很简单，但是很难呢，就是盖个楼梯就是要看角度嘛，不然就是从这里盖楼梯就是这样子站的，但是从这里盖楼梯就会变成什么翻过来的。哦，好难哦，那个就是要有技术的哎，模仿也是很难。曾经盖过101，你是用就是自己设计自己盖吗？还是你也是看影片模仿出来？对不起，我今天的那个留言有点卡卡的。我不是不理你们，是我没有看到你们的留言，不然就是你们没有跟我留言。我其实看别人玩比自己玩多哦。原来马友应该也有没听过 Dream CSMP， 我也小盒子给你好了。好啊，谢谢。有很多小游戏。对了，说到升血了，马友超美。哎，你说那个哪一个升血啊？最近的是。空姐升学吗？四月花啊，四月花店的四月的，开心，谢谢 Liku 收购我的四月升学证。卖的麦块有抽出麻薯吗？当然有，当然有那个白色毛毛法。我在 Minecraft 有玩过别人用红石做的计算机哦，红石是可以做计算机哦。マジでだよ、マジでやってないよ。水源。ねえ、ジョンカニが一番マインクラフトで作った傑作って何 ？MM のチョコリー、ハロー、谢谢水源の圆梦选票。还有空白，这么有看不到干嘛？数什么东西？我有看到哟。自己盖还拿支笔，上一层楼要盖多少个？啊、哦、天哪！你是专业的，你真的是专业的，我真的没办法，我没有那个脑袋，我没办法设计一个什么东西，就是101啊、房子啊那些，我真的没办法自己设计，所以我只能在网络上看一看，然后就哎，好像这里颜色可以改之类的，顶多就是颜色跟什么
里面的东西改自己改一改而已，其他那种外面的设计都是我在网络上看到的。啊，服务哈瑞红，台积电你买了吗 ？Hello， 秒金哥。啊，作り遊びしなかったよね。掘って下の溶岩まで探検してた。そしたら飽きる。絶対飽きるってそれは。それも飽きる。作ってちゃんと。今日から作ろう。ね。今日から作ろうよ。ケックス。そしたらさ、私がライブ配信してる時にマインクラフトしながら見れるやん。やろ。でもすごいね。下の溶岩まで掘って探検してたのやばい。なんなーな。希望一个礼拜后就可以警戒可以出去外面，希望，不然这样子的话就没有七月、八月、九月份的东西了，太难过了吧？这个留言真的好烦哦，就是一下子就看不到留言，然后一下子就会有超多留言这样。噗！呐呐呐！趁现在看不到留言的时候点歌好啦。还是看不到哎，怎么会呢？哎，有了，小 YG， Hello， 叫 Minecraft， 慢点，慢点，慢点，叫 Minecraft 玩的，コメントしなくていいっていうのは、それは違う。见Hello， 梅子玩梅玩北北玩梅子 ，Hello， 还，俺の1545個のコメント全部見せた。それはやばい。そんなに？毛利，哈雅素 ，Hello， 小叶，下课啦，你下课啦，这么快啊？两点下课啊？角角 ，Hello Cake。嗯，娇娇 ，Hello， 亚素，叔叔，叔叔，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可凯，谢谢萌萌加奈友，萌萌加奈友的冲浪失败，失败什么？冲浪失败 ，Hello， 眼巴弟 ，Hello， 毛怒 ，Hello， 墨镜，谢谢眼巴弟分享了直播间。说一下，唯一嘎逼，从前那个少年，一丝丝改变。嗯，多分今めいちゃんのラントップ乗ってるんじゃないの？え、マジでランのトップ乗ってるの？嬉しすぎるんだけど。ジャンガリンプイプイちゃんください。圆圆、ファンファン、ほら、晴天。谢谢可乐老师的猫的手手。还有一只，谢谢紫紫什么的，花花什么紫紫紫紫色的紫，然后一个什么的，耶，本当にくれた。本当にくれた、ありがとう、ぷいぷいちゃん。今日はね、トーショーが見えないよ。でもまあ、見えた。ジーソーランマンチャー、ぷいぷいちゃん。谢谢你的ぷいぷいちゃん。え、你看、潜力小食パン、是第一名耶。好开心哦。もうかっこいい車やけどな。めっちゃかっこいいけど、私はフェラーリまでかっこよくしたい。你好啊、ハローパンマー。谢谢、我是谁。柯南、ハローウルー。ハローモニカカ。ハローケニー。ハロージュジュ。ハローチンエル。这谁雪什么晕飞雪？他的银子强生，他的薯条海王星，他的叔叔妹妹你在哪？他的土豆是有毛起来猫。小时班什么上小时第四就有红包，那现在是第几名啊？我不知道哎。谢谢 Kix， 谢谢小圆，他的熊熊，他的家小。Hello， 大家好，我是 AKB48TP 的藤井麻友。你之前说第一名就要跳三首歌。哦哟，我今天也要吗？Hello， 冰大 ，Hello， 冰大，好久没有叫你冰大，你知道吗？果然你走开 ，Hello， 女神 ，Hello， 女神 ，Hello， 宝宝，米酒，悠悠，好多人呀、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 AKB48 TV 的藤井麻友，我来自大阪。今天有开冷气吗？没有，我早上有开，就是睡觉的时候有开，不然就睡不着了。Hello， 海绿空，谢谢你的枫叶。哎，大家红包有红包了，也来抢了呀！抢起来，抢起来！一丝丝改变好了翻盘。大家好，欢迎海王星，谢谢你的枫叶。章鱼，哎，有抢包，抢包什么抢包啊？红包啦，已经抢被抢到了。我来抢红包，笑死！欢迎谢谢你玫瑰。どっかで見たことがあるな、もしかして試合やって日本で流れてないね。来自大阪，不是大阪。今天也要跳舞了吗？好啦，如果好啦好啦，你们想要我跳什么？主播辛苦啦，樱桃猫鸭鬼，今天麻友也要跳舞吗？想要我跳什么？你跟我们说。如果我能跳的话 ，TT。Just like 滴滴，滴滴，呜，哎，滴滴滴滴，什么的，阿志，啾啾，布拉德卡鲁，又可以看到了，贺言发定，你们想要我跳什么、啊？海六康，谢谢你的玫瑰，妖怪手表，妖怪手表，妖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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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妖怪得了，给得了，得了，给。不是讲吗 ？Make you happy 是只能跳副歌哎，可以吗？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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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等下，我看一下 Make you happy， 可是我只能跳副歌哎，你可以吗？哎呦，马克！Sorry， 他俩还真的会，我会啊，那个这么有名 ，PPAP， 不要闹，PPAP， 可以吗？满足吗？我只能跳副歌哎，而且有一点点忘了怎么跳，跟他那个很红的时候就学起来了。我原本是想要拍影片。但是后来就发现太多人拍了，有没有办法长高一点？来准备一下啊，对不起，嘿嘿，这阵看起来很胖是因为这里是我的肋骨，然后这里才是我的腰，那这个太高了，这看起来超蓬的，我的腰在这里，是不是又来了？要来了？没有办法看到脚，忘记了。谢谢你，你就麻友可以跳吗？可是这首歌我只能跳副歌哎，对不起大家。还有什么吗？我真的只能跳副歌。好酷哦，可惜看不到脚。对啊，马上可以跳 sorry， 我不知道 sorry 是什么，有起跳歌吗？
想跑的气也好了。你等我，等我。你记得歌曲，对，谢谢可乐老师的掌声鼓励。还是跳公园曲，奔跑吧企鹅吧。等一下，企鹅，等我。谢谢眼巴弟的掌声鼓励，有啦。哪里？这是哪里？再远一点好了。玩具，这是哪里？第一个风南西东。我忘记了，怎么会忘记？真的忘记了，傻眼。才过几个月而已，然后我忘记了。来了，我的。心跳扑通扑通，一起加油，一起加油，速度慢不错。天哪，每次直播跳一次就不会，也是。为什么？好热哦，可以了吧？奔跑吧企鹅，大家请在 YouTube 上搜寻奔跑吧企鹅，然后要看一百次，一人一百次，一天一百次，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娟娟站起来，所以呢，你们想听什么？等我啊。
有这个樱花瓣呢。那一天你们有制冰机对不对？制冰机，制冰机是什么？制冰机，我们那天拍摄拍 MV 的时候是，吃冰，可是不知道有没有制冰机耶。谢谢大家礼物，我中南海鲜的枫叶。谢谢马爹，马爹姐夫，马爹爷，谢谢你的玫瑰。Hello， 大家好。现在那个留言区有点怪怪的，有点卡卡的。我不是在。No woman 不行 ，No woman，No woman，No woman 不行，也该有一些有个答案的，就刚给的哟。讲一点点想的意志，谢谢你的玫瑰，好客肉客，谢谢你哦。AKB48 YouTube 的妻儿，对，Mug 条 Make you happy， 真的。人工，谢谢金阿爸，谢谢你的掌声鼓励，酷酷猫给你，但是你的毛起来猫，谢谢你爱吃的叔叔的比心，谢谢酷酷猫给你，赞的毛起来猫。你们没有了吗？没有点歌了吗？我就不跳了哦。谢谢柑橘的看好你用，鼠鼠还是鼠鼠，还有嘎逼，嘎逼，玫瑰女朋友跳过了吗？已经跳过了好吗？五字爱也太难了吧！你们点歌怎么那么难？白色情人节也有跳过啊。全部都跳过了。我爱嘟嘟翁，你追踪直播，谢谢你追踪我。Hello， 罗什么罗宝姐，你最想跳什么？你最想跳什么？啊，这个是好问题耶。我想想 ，reset， 要洗的衣服们，可以做你的女朋友吗？可以做你美，可以做你女友吗？我们不站队，你们真的是想看制服，但又想看留到星期三再跳。为什么在星期三跳再跳？制服是可以啊，那个叫什么 safe distance 对吧？好了，跳个制服吧，去，不要闹，真的不要闹，制服的抵抗。就我真的是完全就是我真的不想跳，真的不想跳。制服的制服的抵抗抵抗，其他人就觉得那是什么歌啊？这就是我们 AKB48 TMTP 在公演跳的歌，叫《制服的抵抗》。不对啊，我叫那个《制服的抵抗》还是不会有看一下。先要找那个 safe good distance 才对，基斯塔是，好，就这个呗。不知道有没有办法跳，应该没有忘记吧？跳那么多次。哈哈哈，准备好了吗？看你唱 Pink Fun 的歌， Pink Fun 的歌我只会跳那个欸。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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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那是 Pink Fun 的吗？是吧？大家总是有点刺激。Snake， 眼镜，林志，ちょっと待って。遠いわ、近いわ。玩笑，
好不习惯日本的。阿姐，嘿，没看过的人觉得很问号吧？没腰哎、欸，怎么办？还是我就这样变这样？谢谢小五。天爷，那超棒！谢谢大家。嗯，可以穿露肚制服，这件衣服太蓬了，那太蓬了，看着超胖的。微微性感的没有，还有微微性感，粉红美花也可以。嗯，想到了藤江 M。嗯，看一下还有什么？嗯，还有什么歌啊？制服的你看，我不想跳丸子丸哦，那个奇迹也赶不及，真的太累了。Yuki Azuma-san Hello， 谢衣服裤是他们的锅，不要不好意思啊，谢谢啊。嗯，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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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我想要跳那个蜜蜂之舞，超帅的！你没有看过我们 Team 八的？应该不是 AKB48 Team TP 的粉丝们，那可能也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就是一个 AKB48 Team 八的歌，很好看，热呢，很热呢，热热呢。告诉你一个秘密，好啊，搬家了。今度からスーツを着てるステージ。啊，待って、無理それはタピ。待って、OL OL レジスタンス、レジスタンスするなって話は、それは開電器了不要，省电费。潘，他的麻薯二号，他真的是 dance 很累，对啊，真的 dance 感觉超累，但很好，很好看，又完整。阿姐出来哦，乐乐吹冷气，我在吹电风扇。哒啦啦啦啦啦啦，一心等心，哒啦哒哒哒啦哒，一心等心。你知道《一心等心》这首歌啊，是日文歌吗？你知道吗？
我看一下那个日文歌词，那个不是跟不是有翻成中文吗？一心等心，哒哒哒哒哒哒哒，一心等心。オレンジレンジのやつ。你知道吗？这首歌是日文呢。哦，今天的留言区真的太卡了，我就看不到你们的留言，哼！你知道吗？这首歌，哎，还是蒙古的 Big 的那个。不要这样子，也不好跳，不开不行呀、啊，麻雀会热到。没有没有没有，我有开那个电风扇，然后麻雀在电风扇那边，我会 resistance 呀，拜。麻雀先去上课了，拜拜，阿春拜拜。知道有日文的，但不知道是哪个版本。我看一下是不是这个，看不到没有按钮啊，这个就是这个，ただの社交やん。不知道这个有没有歌词呢？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啦。我没有看不到那蛮有五十公斤，居然看不到那蛮有五十公斤，什么意思？いるんだ僕らはいつも一心伝心、二人の距離をつなぐテレパシー、恋なんて転び八、やおき？笑顔に変えて。一心伝心你知道吗？わかる気持ち、もういいよ届け君のもとに。信号愛のメッセージ。东京站是东京人吗？没有，我是大阪人。卡拉 OK 的每次他都给四个这个美女歌。おもろい。今天开到两点半，所以剩五分钟哦。一心等心，其实我第一次唱这首歌了，我是日文的，我只听过中文的。为什么一直被吹出来？第一次听日文版的蛮好听。马上爸爸的工作去，喂阿爸，为什么你每次就是剩五分钟、是十分钟的时候就去工作啊？不行，来吧，タピも盛り上がっていこうね。行くよ。せーの。僕らはいつも一心伝心、二人の距離つなぐテレパシー、恋なんて七転び八起き、優しい風ほら笑顔に変えて、離れてたって一心伝心、黙ってたってわかる気持ち、思いを届け君のもとに、未来につないでいくメッセージ。ふうふう。一心伝心。え、こんな感じだった？え、こんな感じになるんや。好好笑。一心伝心。おー、信号は愛のメッセージだよ。カラオケで盛り上がる曲といえば、いるんだ、なんかまさかの、はい、僕らはいつも一心伝心。这首歌真的是在 KTV 很在会很嗨的那种歌哎。乱扣。我想跟你的连接，我跟你的连接。好听耶，这首歌。哎，待って，めっちゃ懐かしいんやが、これ。
キリキリマイキリキリマイニザキリキリマイマニザキリキリマイマニザでしょがまオレンジレンジのキリキリマイに文字だわおばつはキリキリマイセスもいいですだってなんかキリキリマ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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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ニザでしょがまじゃあなんか很嗨的歌位等一下哦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太冷故意的吗妍姐不要弄了我看回来准备干嘛要说拜拜了今天的选举不结束そんな感じやったっけ就是等等等到副歌你们就会有觉得就会觉得哎这首歌是什么麦キリキ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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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你知道吗这首歌吗你知道吗还是不知道オレンジレンジ你们不知道吗还是知道还是这首歌呢いけないだよな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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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吗好像只有我在开心耶为什么这首歌是一个很红的那个主那个连续剧的主题曲这首歌很有名你可以背起来，然后你去日本的时候唱这首歌，一定很多人知道这首歌。看一下，大阪人哇，很喜欢大阪钢巴，干巴啊干巴呢？足球呢？キリキリマイそうそうキリキリマイ，不知道哪一段副歌，哪一段是キリキリマイ的部分？这首歌真的很好笑，它叫《いけない太陽》，太陽是太阳，对。ちょっとでいいから見せてくれなかお前のセクシーパラモンで俺メロメロ你知道这首歌吗这是有点渣的很渣男的歌飛ばす言葉の記憶さと口元の動きに揺らぐ髪を舐めたそしてあいあいあABC 続かないそんなんじゃダメじゃないだって心の奥は違うんじゃない俺の精神そんなもんじゃない熱く奥で果てたいよ君じゃなきゃダメよあじゃあ俺はいけない太陽な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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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なだ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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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不知道吗？这首歌有听过吗？一个超级有名的一个校园的连续剧的主题曲。我可以理解成马友喜欢这样的吗？不行，你不可以理解成马友喜欢这样的，没想到是你要的。哪部？イケメンパラダイス，イケメンパラダイス，イケパラ，イケメンパラダイス。来哟，来哟 ，ABC， 嘿 ，ABC， つづかない、そんなんじゃダメじゃない。で、心の奥は違うんじゃない。私の精神そんなもんじゃない。熱く奥で果てたいよ。きっと君じゃなきゃやだよ。私いけない太陽。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哎，就是在日本真的非常有名。我知道，你知道，真的很棒。好怀念哦，我突然还想要看那个连续剧了。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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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我看到，待って、ちょっとタピとかならわかると思うけどさ、今さ、マツケンサンバあったんやけど。めっちゃさこれ小学校幼稚園の時にさこれさなんかお遊戯会でマツケンサンバ踊ったんやけどめっちゃ面白い。我给你听一个一首歌叫那个松平健，他叫松平健啦。松平健就是叫
还蛮以前的歌，然后他的歌曲叫《Masken Samba》，然后这首歌呢，就是在我幼稚园的那个什么发表会的时候跳的歌。这个，我幼稚园的时候，こんなんやったっけ？マツケンサンバオレオレってやつでしょ？待って、こんなんやったっけ？絶対これ違うわ。これ？違う、絶対これちゃう。あ、これやわ。やけどなんかちょっと違うで。なんなん、マツケンサンバある。なんかマツケンサンバの1と2とかあるん？知らんかったんやが。これね、腰の絶妙な羽が素晴らしい。合ってるよ、合ってた？これ合ってる？这首歌是我在幼稚园的时候，幼稚园的时候发表会跳我的歌。30分了，我给你们听这首歌就结束了。我很想要你们听这首歌，超好笑。好好笑，超怀念的。我国小幼稚园的时候，每天都唱给我妈妈听耶。これ幼稚園の時にお母さんにめっちゃ歌ってた。これないやん、歌詞ないやんないやん、笑った、歌詞ないやん。まあいいや。我去查才知道这奇怪的东西，好好笑。好，那我今天到这边，看一下啊，等等，好，哎呦。幼稚园什么？幼稚园的时候什么？幼稚园都看这些吗？不是是什么？不是，就是幼稚园的老师喜欢吧，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这时候，我记得幼稚园的发表会是跳 UFO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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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还记得哎，傻眼！我幼稚园跳的时候的舞蹈还记得，想看你跳。めっちゃ懐かしいんだが、幼稚園の時にさ、UFO とさ、このマツケンサンバ踊ったのめっちゃ覚えてる。お遊戯会で。老师怪怪が、没有、那时候真的是、很多人喜欢这首歌。谢谢今天的第十名是冰可乐老师，谢谢可乐老师。今天的第九名是柑橘，谢谢柑橘。今天的第八名是@@，谢谢@@。今天的第七名是呼呼猫，谢谢呼呼猫。今天的第六名是龙纳乌的田中，谢谢你。今天的第五名是鳄鱼，谢谢鳄鱼。今天的第四名是利库，谢谢利库。今天的第三名是小五，谢谢小五。今天的第二名是中，给你，谢谢。今天的第一名是 Kicks， 谢谢。妹子，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谢谢妹，辛苦了，不辛苦，谢谢你们。我等一下要玩麦块。Minecraft 里面也要玩哦 ，Baby， 你们应该要一起玩，是不呢？妈哟，拜拜，拜拜，大家拜拜，我真的要关了哦。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因为留言区卡住了，所以我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拜拜。拜拜拜拜拜拜，辛苦啦，拜拜。